陳議員咩問題？主席考慮一係咧安排食飯嘅時間休會，另外一個咧考慮大家拎碟飯喺呢度台面食。係主席考慮。請議員自行安排自己嘅用膳時間。黃定光議員咩問題？今朝早咧，我已經係八點半鐘翻嚟開法案委員會，早餐都冇食。而家咧，有啲議員咁無聊咁叫咗第 N 次嘅法定人數要清點，喺呢個食飯時間，的確係冇可能個法定人數咁齊嘅。如果咁樣樣嘅話咧，對我哋議員嘅健康，對我哋議會嘅順利進行咧，都好大嘅損害。主席，你可唔可以運用你嘅酌情權，對呢個非常時期同埋濫用議會規程嘅議員，作出一啲特別嘅安排，俾我哋議員可以有啲咁多時間去食飯，用以繼續開會呢？黃議員，你可以坐低，我只能夠依照議事規則嚟到主持會議。至於議員的用膳的問題，我相信以我們的議員的智慧和判斷是非的能力，完全是可以知道他應該做些什麼事的。我相信公眾也會看著我們的那個議會運作的情況，所以議員如果做的事幹是完全是合情合理的話，我相信公眾人士也都理解的。恕怪我沒有這個智慧去處理食飯的問題，我面對你愁眉苦臉，但你看各位仁兄笑得多奸狡。我已經決定是按回我們一貫的做法來主持會議，請議員自行決定你的用膳的時間。